就送了你混蛋！你混蛋！彩姨。我，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已经是过去的事情。我不回泰国了。为什么？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在这里。难道这时候不是该问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吗？再一次。什么？快问快答，再来一次。就像之前你问我的一样。你最喜欢的颜色？红色。最喜欢的季节？夏天。最喜欢的动物？猫。你最在乎的人？彩姨。别开玩笑了，你不是说……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